所以老实说，我们台湾在处理这个空污的问题的时候，是真的是忙。以年度关键字来说明空污问题亟待解决，气象专家彭启明特别分享：不吃肉、不烧香，都能避免成为污染制造者。我们在台大爱台呢，事实上过去呢这么多年是台湾最早提供这个空污预警。粉白色相间的牡丹莲，清净又庄严，这是新寿镇的慈诚委员会佩戴的胸花，还有每年的福会红包都由志工团队来承担制作过程，欢喜结好缘。我们总共做这个胸花搬了9个点，每一次都是一个因缘，诚心示度一切众生，这就是菩萨成佛的愿力啊。这素红色丸哦，配上了慈济人内心所的方向，那就是诚正信实。慈济志工高明通，因为出生时大小眼加上兔唇，从小自卑又内向，进入慈济后访视陪伴关怀户，也让他身心得到安定。我虽然是有点缺失，不过我还有个健全的身体，所以我会更积极更努力的去做慈济，改变过去习气，用无私大爱来守住一念心。大爱新闻蔡玲吴伯勋